听力第七到第八题是根据一下短文。在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时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广播：下一站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要准备好。按照广播的提醒，到车门旁边等着下车，既方便了自己，也方便了他人。第七题，广播提醒乘客什么？第八题，在哪儿能听到这样的广播？